有子女升学问题吗？欢迎在每周五下午1点准时收看文美集团联合华人资讯网好奇心频道联合国播出的北美最权威大学申请节目《美国升学直通车》。 YouTube 搜索节目名称查看网，期节目回放。微信号文美集团全拼音。世纪要闻，经典先后，五分钟欧洲七国15天，包机票4.9元和早餐，中文领队。电话6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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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三星电子前高管在韩国被捕，并且被起诉，那因为他涉嫌窃取了三星的芯片技术商一片在中国建立一个仿制三星的工厂。中国光伏企业高管在参加2023年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时据报现场就被带走。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允许韩国和台湾的顶级半导体制造商在不受到美国报复的情况底下维持和扩大在中国的现有芯片制造业务。上月底以来，习近平两次敦促全国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似乎暗示了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去年有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核武库有所增加。 每天中午12点，全球新闻看个遍的。大家好，我是子立。今天是2023年6月12号，欢迎来到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在路口快报》。欢迎网络今天全球华人最值得关注的大新闻：方太春季大促畅销侧西式油烟机10低价，嵌入式蒸烤箱，火热预售当中。超强年报超值套餐厨房好礼，用方太安享春日好时光。来看美西时间6月12号，就也设了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一前往了佛州，本周他会在佛州联邦法院就数十项重罪指控出庭。此前，司法部指控他非法囤积机密文件，并且阻挠司法部取得这些文件的努力。起诉一名美国总统或者说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川普在周二下午呢，将会在迈阿密出庭，也标志着他自4月份之后要第二次因为刑事指控面对着法官。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对一位前总统的首次起诉，并且还是涉及到危害国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重大的监禁判决。在开庭前，川普和他盟友一直在加紧努力，破坏这些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并鼓动支持者进行抗议。他加强了对提起此案的司法部特别顾问的言辞，说特别顾问史密斯是一个疯子。他们还说，如果川普当选了第二任总统的话，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现任总统拜登及其家人。 早上，川普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登上飞机，前往迈阿密。他穿着海军服，打着红色领带，在踏上飞机前快速自首。他鼓励支持者们参加计划在本周二在迈阿密法院门口举行的抗议活动。他在那里将会面对着指控。川普此前在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力量，他们必须走出去，他们必须和平的抗议。听着，我们的国家必须要进行抗议。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抗议，不然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他还说：“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都不会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据了解，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出庭后，川普也会返回新泽西州，安排了一个新闻的发布会。 公开回应他的指控，他还会举行一次私人筹款活动。川普的支持者们则计划要坐上大巴从州的其他地方前往迈阿密，这个提议引起了当地执法官员的关注。他们正在为法院周围可能出现的骚乱做好准备。市长预计会在周一宣布有关准备工作的更多细节，但据了解，法院附近不会有警察在场。这和之前川普在纽约市出庭时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纽约当时最终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纽约警方还是为可能出现的抗议活动计划了几个星期。 综合媒体报道，三星的电子前高管在韩国被捕，并且被起诉，因为他涉嫌窃取了三星的芯片制造商技术，以便在中国建立一个仿制三星的工厂。这名65岁的韩国人还曾担任过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副总裁。根据韩国检察官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这名未被透露出姓名的前三星副总裁非法获得了建造先进芯片制造设施所需要的信息。检方表示，2018和2019年被告试图利用非法获得的三星蓝图，在成都市和一家台湾公司的资助底下，在西安建设了一家芯片厂，距离中国西安的三星存储芯片工厂只有1.5公里。 韩国水源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半导体技术的泄露，它试图复制整个芯片工厂到中国，犯罪的范围和损害是以前的个别技术泄露案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韩国的三星工厂被复制了类似质量的产品在中国大量生产，会给韩国半导体行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据了解，这位前高。 川普出庭拒绝一架嵌入式蒸烤箱火热预售当中，超长研保超值套餐出。37项联邦指控川普拒不认罪，已经保释。美联社，两派人马法院外交锋，川普险遭劫车。合众国际社，俄罗斯轰炸泽连斯基家乡，造成数十人死伤。法新社，乌克兰大部分反攻行动尚未实施。卫星社，白宫将向乌克兰提供停油坦克炮弹。南华早报，美中都不给台湾拟封锁芯片。韩联社，尹锡悦批评中国大使涉韩政策言论不当。 共同社，日本在中国举行处理水排海安全说明会。
路透社6月13号的报道，前总统川普13号出现在了迈阿密的一处联邦地方法官面前，对他在离开白宫之后非法保留数百份政府机密安全文件，并且妨碍政府取回这些文件的指控表示了不认罪。川普上周创造了历史，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37项刑事罪名起诉他，包括31项有关他在佛州住所和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故意保留机密国防信息。对这位前总统的传讯是在严密的安保之下举行的，数百名川普的支持者聚在外面。这位前总统的车队在当地时间下午的2点前后，不久之后呢，进入到法院区域。站在警戒线后面的川普支持者们高喊：“我们爱川普。”他走完常规流程，然后出现在了联邦地区法官古德曼的面前，对所有的37项指控表示不认罪。川普的律师布兰奇告诉法官：“我们绝对会做出无罪辩护。”一些专家认为说，这样的指控是这位前总统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在这份长达49页的起诉书当中，川普被指控在2021年1月份卸任之前，将数百份机密文件从白宫带到海湖庄园。此前，他在选举当中败给了拜登。这些文件是政府最严密保护的机密之一，它们包含有关美国核计划的信息、美国及其盟友在面对袭击时的潜在脆弱性以及可能的应对计划。那么起诉书写道，泄露这样的信息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危害。31项故意保留机密国防信息的罪名中的每一项都针对他从白宫拿走的不同文件，每一项都可以最高判处10年的监禁。故意保留是指故意保存和拒绝交出文件。针对川普的其他6项指控，那么集中在了他涉嫌在联邦调查局以及大选陪审团要求归还文件之后隐瞒保留文件的行为。根据起诉书来看的话，这位前总统据称指示他的一名律师声明他没有大陪审团要求的文件。当这名律师建议搜查海湖庄园时，川普据称将文件从一个储藏室转移到他的住所，以避免被发现。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民调当中领先的川普对这样的一次诉讼表示了不屑，称这是拜登行政当局武器化的非法司法部的恶毒迫害，并且誓言即便自己被定罪也要继续的竞选。川普计划在传讯之后飞往新泽西州发表为自己辩护的讲话，并举办他2024年总统竞选的首次筹款活动。此案已经交由川普任命的法官坎农来审理，他去年因为在此案当中偏袒这位前总统而受到了抨击。坎农曾经短暂地阻止过联邦调查人员查看去年8月份从川普海湖庄园查获的文件，并且任命了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查这样的文件，但上诉法院随后是推翻了他的裁决，称他无权做出那样的裁决。美联社6月13号的报道，前总统川普在迈阿密中心的联邦法院外向人群挥手，并且竖起大拇指。此前，他对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然后，他前往当地的一家古巴餐馆，在那里，他热情地向等待的人打招呼。随后呢，他就到了辩护的地方。川普是面无表情地开始坐在那里，双臂交叉在胸前。在这些基本看不见的时刻，作为第一位被指控犯有联邦罪行的前总统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向全球实时直播的这一时刻，法院外有长长的车队，挥舞旗帜的支持者以及反川普的抗议者。当川普车队离开法院时，差点遭到一名疯狂的反对者的拦截。男子身穿囚服图案的衣裤，举着标语牌冲到路中央，数名保安将其强行拉上了人行道。但另一侧又有川普的支持者冲出，在车队加速之后，仍有大批记者和围观人群在两边奔跑追逐。然后，这位前总统想到了一个弯路，去一家很受欢迎的古巴餐馆，在那里他是面带微笑，受到追随者们的欢迎。一位为他祈祷，他的私人助手也跟着他。他的私人助手在案件当中同样也是受到指控。长期以来，川普一直擅长塑造自己对事件的描述。在他再次竞选总统，并且坚称自己受到政治对手的不公平攻击之后，他在餐厅的停留是一种反编程的努力。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尖叫的人群再次表明了当天事件的非凡性质，以及处于事件中心的人物。作为一名与众不同的被告，川普是第一位因为刑事指控出现在联邦法官面前的前总统。他也是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尽管他面临着其他这些法律的问题，但他依然保持着领跑者的地位。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停留在当地餐馆，部分原因是为了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形成鲜明对比，他和支持者之间的融洽关系。但周二的行程有所不同，他的目标是展示川普继续得到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并表明他依然没有被这样的指控所吓到。随后，川普将会乘坐私人飞机返回机场，最后呢飞到新泽西。CIM 加州高级管理学院学习管理很重要，入学申请需要拥有认可的学士学位，无需 GRE 和 GMAT 成绩2年的 NBA 课程，是线上和周末相结合的模式。欢迎申请 CIM 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热线电话是626-350-1500。根据合众国际社在6月13号的报道，今天在乌克兰反攻逐渐取得进展之时，俄罗斯使突然用导弹袭击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维耶里，公寓楼和仓库爆炸，至少有11人死亡，有数十人受伤。在克里维耶里发生袭击之后，居民们在被烧毁的公寓楼外啜泣，当地是浓烟滚滚。克里维耶里距离上周因为大坝被毁而清空的巨大水库有半小时的车程，洪水淹没了乌克兰南部的大片区域。官员表示，至少有4人在公寓楼里面被杀害，另外有7人在仓库里面被杀害，有数十人不幸受伤。碎玻璃和砖块散落在公寓楼外的街道和院子里面，那么至少有5辆汽车变成了废墟。幸存者切尔索诺娃描述了2次爆炸，他说他被剧烈的爆炸从床上抛了下来，他逃到阳台之上等待救援队员，他以为他自己得救了。那么随后出生在这个城市的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说道，俄罗斯杀手凶手继续对居民区、普通城市和人民发动着战争。
莫斯科则是随后否认故意的以平民为目标，但是多次的使用远程导弹袭击公寓楼，而且往往是在战争当中被认为的转折点。六周以前，莫斯科中部城市乌曼一栋公寓楼里面有25人遇难。在乌克兰反击战之前，俄军经常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平民区。乌克兰于上周开始反攻，到目前为止攻势还处在早期阶段，数万名新训练的乌克兰部队和数百辆西式装甲车尚未投入到战斗当中。过去两天，来自村庄的这些视频显示，乌克兰已经占领了比11月以来更多的土地，但是呢，也没有击穿俄罗斯主防线。俄罗斯指责乌克兰越界炮击俄罗斯首都的俄罗斯导弹。乌克兰军事指挥部也说道，空军摧毁了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14枚巡航导弹当中的10枚，以及4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当中的一架。此前一周，乌克兰保持静默，中断了所有反攻的信息。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马里亚尔说，目前为止，军队还是已经夺回了7个定居点。部队在南部前线100公里长的地带推进了6.5公里，夺取了90平方公里的土地。军事分析家认为，目前为止的战斗可能依然是乌克兰的试探性攻击，主力部队还没有投入到战斗，而俄罗斯的主防线也在更靠后的位置。法新社6月13号的报道，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终于是开始了。基辅声称已经占领了东南前线的定居点，然而在战壕的另一边，俄罗斯军队声称他们成功的击退了乌克兰的进攻。那么，俄总统普京在电视会议上说到，乌克兰的伤亡人数是俄罗斯的10倍之多。乌克兰方面表示，从上周的反攻开始以来，乌军已在该国东南方向约100公里的战线上，从俄军手中夺回了7个村庄。鉴于俄罗斯人在人员、弹药和空军方面的数量优势，且俄军已经花费数月时间建造纵深防御工事，尤其是乌克兰南部地区，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将会变得无比艰巨。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承认乌克兰军队的任何进展。不过呢，也有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军队实际上已经占领了布拉霍德拉特涅、涅斯库涅奇和马卡里夫卡，并且正在呢向南部推进。俄国防部在12号重复了过去一周的例行声明，称俄方已经击退了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发动的未遂进攻。该国国防部表示，8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斗中被摧毁，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的一个弹药库被击中。俄共扎波罗热地区行政当局官员罗戈夫说道，该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俄军动用了榴弹炮、迫击炮和空中力量。军事记者科茨指出，尽管损失惨重，但乌克兰军队正在试图向旧姆利尼夫卡推进，该镇位于通往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略高速公路上。路透社称，事实上呢，这已经是乌克兰7个月以来取得的最快进展了，但是反攻行动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乌克兰方面声称，乌军一天之内在南线推进了约5公里，但其部队距离亚速海沿岸依然有约90公里的距离，尚难以切断俄罗斯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大陆桥。法国、德国、波兰3国领导人在12号晚上在巴黎举行了会议，会议内容为俄乌冲突当前局势和其他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几日他和泽连斯基举办了会谈，确认乌克兰已经开始反攻，并表示这样的一场反攻将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我们希望他尽可能成功，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良好的条件之下开始谈判阶段。有一些西方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现在就乌军反攻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小规模冲突表明乌克兰仍在测试俄罗斯的防御能力。根据卫星社6月1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坦克炮弹。报道称，在就如何装备美国提供给基辅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一事进行数周的讨论之后，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炮弹。那么，根据其中一名官员表示，批准运送贫铀炮弹不会有严重障碍。然而，一些白宫官员表示担心，转交此类炮弹会使华盛顿因为提供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的武器而广泛批评。21号，英国副国防大臣戈尔迪表示，伦敦将向乌克兰转交含有贫铀的弹药。那么，俄总统普京在谈到这一倡议时说道，西方决定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俄外交部的部长拉夫罗夫称，此类提供将会使得局势升级到最后的一步。根据南华早报6月13号的报道，台北的储存芯片开发商安科科技代表钱伟熙表示，他们已经在美国寻找了一个工作地点，但他们也发现在美国生产需要太长时间，最近是引发了大家担忧。同时，其他台湾科技行业也在担心在美国开展业务成本过高，或者可能会与台湾企业的文化再次产生冲突。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成本较低的制造基地，已经不像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之前那样削弱其地位，这也促使台湾制造商寻找更低成本的目的地。然而，钱伟熙表示，他希望公司能够最后是留在台湾，因为台湾的供应链成熟，客户需求不断，并且需要对冲中美科技领域的一个竞争。尽管美国政府正在推动台湾芯片制造商迁至靠近硅谷的地区，并且要雇佣更多的美国人，但如果台湾芯片制造商过于倾向美国，中国大陆将会感到不安。台湾作为一个拥有50年科技产业历史的国家，供应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芯片，一些公司已经在美国建立了一些员工，以适应西方的供应链，但依然在台湾保留员工，并且继续的在和中国大陆的客户合作。台北政府最近支持芯片设计公司和其他高科技公司选择留在台湾，并且会提供大量的税收减免，这个举措旨在保留确保这个技术会留在台湾，继续为台湾带来经济优势。台湾供应全球60%的半导体芯片，包括最先进的技术。台湾政府还允许半导体开发商将部分的年度研发费用转换为税收抵免，以吸引科技公司将研发和生产业务转移到台湾。在过去的7年以来，已经有许多公司将其业务是彻底转移到台湾，为台湾带来了经济效益。然而，税收只是这样的公司在制定生产战略时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重要的是要综合考虑市场需求、供应链稳定、地缘政治因素等多个方面，以保持台湾芯片的竞争力。
微星国际是台湾个人电脑开发商，计划继续在台湾进行产品测试。最近他们推出了电动汽车充电器和仓库机器人。微星的副总裁 Albert 表示，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他们首先会在台湾继续的大力推出。同时台湾的芯片业逐渐向美国转移的话，将会反映出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在台北技术合作会谈上，台湾当地的一个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部长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就扩大合作达成过一致，这可能也会导致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供应链整合。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正在美国亚利桑那投资400亿美元，其部分台湾供应商已经准备好了扩大规模。从2018年中美贸易和科技争端爆发以来，华盛顿通过了芯片与美国科技法案，鼓励企业在美国设立制造和设计业务，与台湾、日本、韩国的 Chips 联盟也是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那么中国大陆则依赖台湾制造的芯片来组装电子产品，但由于去年以来新冠疫情控制以及两岸关系的紧张加剧，总体贸易有所下降。美国商务部今年10月份禁止向中国出售含有美国原产技术的先进半导体技术，以限制北京在军事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夏威夷智库东西方高级研究员罗伊表示，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台湾将如何对美国切断中国先进半导体方面的努力。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台湾来说，这是一个利润丰厚、根基深厚的行业，很难想象这样的贸易行为马上停止。另一方面，台湾必须也要小心，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背后捅了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一刀。韩联社6月13号的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13号表示说，中国驻韩大使辛凯明日前涉韩政策言论不当。尹锡悦当天上午在龙山总统府召开闭门国会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多名与会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说，尹锡悦在会上表示，辛凯明大使作为外交官，是否具有相互尊重和增进友谊的态度令人怀疑。邢大使的言论令韩国的国民不悦。办公室高层人士还向记者表示，总统室把邢大使的发言内容和原委看得非常严重。总统室的一名高官前一天也表示说，大使应该在本国和接受国之间发挥良好的桥梁作用，然而该作用发挥不当，可能会损害本国和接受国家的利益。此番发言与尹锡悦的上述发言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据了解，尹锡悦还在幕僚们的面前批评了个别政界人士会见外国大使时盲目听取其建议的行为。邢凯明8号会见最大的在野党党首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竭力的打压中国，有的人赌美国赢中国输，这显然是误判，没有看清历史大势，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那么邢凯明发言时有多家媒体在场，且通过优免现场直播及言论引发韩国争议。共同社6月13号的报道，日本政府13号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入海的一个安全性问题，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面向外国媒体举办了说明会。那么相关政府以及东电负责人都是在线出席。中国政府及国营媒体把处理水排海称作是核污染水，日方对这一形象受损的说法表示了担忧。日本政府介绍说，净化之后的处理水当中放射性物质的活度在标准值以下，排放入海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也没有问题，并且强调安全性。他们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以及美国等各国机构对处理水的样本进行验证，得出东电的数据准确的一个结论。中国此前反对处理水排放入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迄今为止也没有能够证明核污水排海的安全无害性。各位老板不要错过这项疫情补贴，疫情期间的员工纾困金 ERC 小型公司基本都可以申请，雇主最高每个员工可以获得26000美元的补偿，不成功不收。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的走向。首先来看到的是美股市场，截至今天收盘，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上涨0.43%，收于34212.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3%，13573.32；标普白指数上涨0.69%，4369.01。来看到中国股市方面，上证指数3233.67，深证成指10955.96，创业板2166.96。世界七大主要股指，香港恒生19521.42，日经225指数33018.65，英国富时100795.94.78，德国 DAX 指数16230.68。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期货市场。下个月交割的 WTI 纽约原油69.42美元每桶，天然气2.34美元每吨。下个月交割的 COMEX 黄金期货1942.80美元每盎司，白银23.68美元每盎司。继续来看到外汇市场，美元对欧元0.9266，对日元140.19，对英镑0.7926，对人民币7.1666。最后来看到截至今天收盘时段的加密货币市场，比特币25847.25美金，以太1738.76美金，瑞波0.5219美金，艾达0.2744，狗狗币0.0650。好，接下来是分析师对今天的市场走势进行分析，马德波。嗨，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的四大指数呢是继续的暴跌。Reserve currency 的这个 status。那么交易员们也是开始加强对联储在本周将会暂停加息的押注了，而互换市场上也显示美联储六月份加息的概率大大下降。那么就在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这份备受期待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的报告。那这一份数据是继四月份上升了0.4%以后，在上个月仅以0.1%的幅度上升，同时弱于预期。那么普遍的预期呢都是增长0.2%。同时报告表示，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4%，延续了放缓的趋势。经济学家此前也预计美国的 CPI 会增长4.1%。那么 CPI 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最低。虽然说这个整体上来说通胀数据是在继续的降温的，但是报告还是表示剔除了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以后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而在最新的通胀数据的最初反应当中，在黄金的市场上是吸引了不少的看涨势头的，但是持续高企的核心通胀则是抑制了这个反弹情绪。那么美国的 CPI 的数据公布以后，现货黄金曾短线下挫以后随即上涨，涨幅在20美元左右，最高的时候报每盎司1970.98美元。美股三大股指期货短线上扬，纳指期货现在上涨0.7%左右，标普500指数期货现在上涨0.3%，道指期货涨0.15%左右。尽管说总体上整个的通胀压力继续的比预期的要显示快速的降温，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表示，核心通胀的上升还是表明了消费者价格上涨正在深入到更广泛的领域，而这可能也会迫使美联储在整个夏季继续维持着一个货币政策的激进立场，并且会进一步的加息。是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周三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为75.8%，然而市场预计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则是64.2%，下个月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则是接近6%。有分析师表示，尽管通胀正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联储2%的目标区间。那么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肯定是正在下降的，但是呢，这个速度是非常缓慢，因此看起来显示通胀仍然是具有粘性。同时，距离联储2%的目标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还是比较紧张，因此投资者现在需要为今年至少还要再次加息做好准备。即使说美联储跳过了这一次的加息，那么其他的分析师就指出，下一次美联储仍然还是会在这个相应的语气和报告当中发表一个比较鹰派的观点和立场。那么在今天的 CPI 的数据的降幅呢，尽管超出了市场预期，但其实有分析师表示，今天的这个通胀数据本来是可以更低的，因为目前的整个数据还是高于平均水平。对于联储来说，这就意味着加息还是会有继续的可能，只是说这个可能性正在缩小。而现在目前市场上比较关心到的是，整个的这份最新发布的 CPI 的报告是不是会影响到美联储的点阵图，目前呢还并不好判断。有一些鹰派的成员可能会觉得他们继续加息的呼吁是正确的，他们可能会推动着对利率上升的一些预测。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到七月份做出决定的时候，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到十二月份，也就是下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的时候，还有更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年底，我们现在再来关注到一下中国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可能现在要向大现实来屈服了，正式下调了中国的短期借贷利率。那么未来几天表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来下调长期利率，但是有一些高杠杆的家庭和企业仍将继续的拖累着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复苏面前面临着一个真正的危险。在北京时间的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的贷款大幅度放缓，整体经济的没有偿还的信贷同比增幅从四月份的10.3%降到了9.8%。那么这逆转了自去年12月以来几乎所有的上涨势头，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摆脱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就在本周二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20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将利率下调了10个基点到了1.90%。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这个举动并不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中国四月份宏观经济的数据就远逊于预期，这可能就意味着在周四公布的五月份的数据也将令人失望。同时，最近几天也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为全面的降息做着准备了。就在上周，中国的几家最大的银行共同下调了部分存款利率，这通常只有在央行投入资金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那么自五月底以来，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已经下降了，可能也是预期着中国人民银行会采取到其基准利率和货币市场的现有水平保持了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降息就不受影响，这使得他们很难在不危及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促成贷款和增长。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本周下调其关键的中期贷款便利利率，那么银行的三大融资渠道，也就是存款、货币市场和央行的贷款的便利成本都将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也将为实际上削减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奠定基础。而目前的问题就在于，许多已经负债累累、看到就业市场不稳定的家庭似乎不太愿意再去借钱了。根据总部位于加州的资产管理公司 Glock Tower 的数据显示，到2021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债务负担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经高于美国家庭了。而近年来，中国的房贷债务迅速上升，部分原因就是中国方面在以往的刺激措施当中一直依靠的是家庭贷款来重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那么除此以外，中国的企业目前也显示出了一个类似的紧张迹象。尽管2023年整体上银行贷款加速的增长当中，但是没有偿还公司债券的存量的同比增幅是在持续走低的。今年五月份，公司债券的债务下降了2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是350亿美元。这表明了公司可能正在利用到新的借款来偿还一些更早的借款，而并没有在扩大当前的业务。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表示，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更加直接的政策支持。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修复房地产市场还有劳动力市场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除非中国政府方面愿意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并承担更大的直接债务。那么在周二的时候，中国也是出人意料的下调了关键的利率，宣布对企业的一系列税收的优惠政策。信贷增长放缓也是在此前加剧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这个利率的下调，而同时下调了的还有用于管理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7天期的逆回购利率。那么分析师就表示，这样的一个举动也可能预示着中国要出台一些更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
那么在降息了之后，中国政府还公布了五月份的信贷增长的数据。有分析师就表示，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打压了消费者的信心，这个数据呢是远远的低于预期的。在解除了严厉的封锁措施以后，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实现了复苏，但是随着出口增长的放缓，房地产市场难以从长期的低迷当中复苏起来。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周开始有明显放缓的迹象。虽然说服务业仍旧强劲，餐厅和其他的企业也在重新的开业，但是工厂制造业活动非常疲弱，建筑业受到了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制约。那么中国政府在周二的时候也在试图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将七天期的逆回购利率下调了10个基点到了1.9%，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足。那这也是9个月来第一次下调这个利率，该利率也决定了央行在七天期贷款的一个成本，降低了利率，也是降低了短期的贷款成本，这样会提高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那么除此以外，中国政府还在周二的时候宣布了多达22项的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减税、降低利率和向某些行业提供贷款和一些其他的措施。那么在周二的时候，中国银行还宣布到了自6月13日开始，将其常备贷款的便利利率，也就是 SLF 利率下调10个基点，隔夜、7天、1个月的 SLF 利率分别下调2.75%、2.90%和3.25%。那么分析师就认为，下调了逆回购利率，可能就预示着中国央行会下调其他的政策利率，比如说中期贷款便利利率 MLF， 或者是基准贷款的优惠利率 LPR。高盛在报告当中也表示，他们预计未来的几天还会有更多的货币政策宽松措施的宣布和发表。那么在五月份，中国银行新增的贷款是1.3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00亿美元左右，远低于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计的1.6万亿元人民币。那么凯投宏观的经济主管就表示，如果政府希望刺激到贷款需求的复苏，就需要更大幅度的降息。但是中央政府方面不愿意效仿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而这些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也是大举的放松了货币政策，但是在疫情以后又过于的收紧这些政策。显然提振信贷需求的方式不是一味的降息，但是十个基点的确是不太够足以对信贷的需求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在信贷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也有很多的分析师表示，仅靠放松货币政策对提振整体的经济作用有限，更加实质的措施可能还是需要陆续出台，其中包括向开发商提供额外的帮助，或者是帮助他们来完成一些并没有完成的房地产项目。虽然说中国的消费者坐拥着大量的储蓄金，而且按照历史标准来衡量，房地产价格呢也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经历了长期低迷以后，很多的开发商都缺乏资金来完成了项目，而家庭对开发商能否交付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态度，政府的努力应该集中在一些方面。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篇爆炸性的报告。根据西方媒体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发布的消息显示，一份爆炸性的报告现在在网上疯传。那这份报告呢，是援引了美国的调查人员的话说，目前尽管并没有关于相关调查工作的一些公开信息，但是根据他们研究显示，某一些对于病毒的研究工作是与中国的军方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中国军方也为一系列的病毒研究提供了资金，并且在研究着生武器。那么这样的一份报告是来自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更是引发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和纷纷的报道。自3年多以前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呢，人们就一直都在争论这个病毒到底是由实验室泄露的，还是由自然产生的。那么在这几年呢，也试图有不少的研究人员想找到这个答案，但是有不少的研究人员一直受到了中国缺乏透明度的阻碍。那么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就说在2003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开始寻找 SARS 病毒，也就是非典病毒的起源了。他通过纽约的一家慈善机构吸引着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投资，同时这个研究所对从中国南方的一些蝙蝠洞窟当中收集到的冠状病毒进行了一些危险的实验。那最初实验的发现是公开的，研究所认为呢相关的风险是处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同时相关工作也可能会有助于一些疫苗的开发。那么时间快进到了2016年，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的一个矿井里面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那里的人有人死于一些类似于 SARS 的症状。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并没有向世界发出警告，也没有报告这些死亡人数。同时报告还说，在那里还发现了一些病毒，现在被认为就是新冠病毒的直系亲属当中已知的唯一在大流行前存在过的成员。他们就被送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那这个研究所也是一些工作被列为了国家机密。同时这篇报道还说到，美国的调查人员还表示，这个机密项目就是为了让矿井当中的那个病毒对人类能够更具传染性。同时调查人员认为，这就导致了新冠病毒的产生，并且在一次实验室的事故当中泄露到了外部。那么其中还有一些调查人员表示说，有越来越清楚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了整个新冠大流行当中对于病毒的制造、传播和掩盖。在2019年从事这些实验的研究人员还因出现过类似于新冠的症状而住院，其中还有一些亲属被宣布了死亡。那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还说到，寻求确定疫情来源的不少外国专家也被中国政府阻止进行了调查。英国方面研究蝙蝠的专家爱丽丝·休斯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管理过武汉研究所。休斯也一直都曾经在云南的矿井当中工作。他说他就被禁止向媒体谈论他的研究，并受到了政府方面的严格监视。这些限制也迫使他不得已离开了中国大陆，搬到了香港。
早在今年的二月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之说，就得到了美国当局的正式证实。这个结论包含在了美国能源部向白宫和美国高级立法者提供的2021年最新的分类研究当中。美国能源部监管着包括高级生物学领域在内的17个美国实验室的网络，而该部门的结论也是意义重大。尽管正如报告所言，可是该机构的最新判断却是可信度非常的低。各位老板不要错过这项补贴，疫情期间员工纾困金 ERC， 小型员工及小型公司基本上都是可以申请，雇主最高每个员工可以获得26000美元的补偿，不成功不收费。北美小微商服务利用专业知识，合情合理合法的以帮助上万客户成功申请到 ERC 补贴，所获支票总额超过5亿美元，政府发钱无需偿还，不管是否获得过 PPP， 不管营业额多少都可以申请，欢迎免费咨询9296343550。好，聊到中国方面的消息，我们现在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一篇来自于美国的媒体《信使报》在当地时间6月12号的最新的报道。有三位消息人士告诉了《信使报》，表示美国政府现在正在为居住在台湾的美国公民准备一个撤侨的计划。同时，报告还说，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说法，表示在台湾的美国人撤离的制定计划已经准备了至少6个月了。而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左右，局势有所升温，而该官员并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计划。同时，有官员表示，目前整个的紧张局势加剧，也推动了相关的准备工作。那么有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就是这个计划的推动因素。他也说到了乌克兰问题促使了人们重新的审视了这个计划。同时，报道指出，美国政府还并没有公开讨论相关的准备工作，而美国国务院则对此拒绝进行置评请求。虽然说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Martin Manners 中校拒绝直接对这个计划发表评论，但是他却说到了他们不认为台湾海峡的冲突迫在眉睫，或者是不可避免。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整个的规划过程呢一直是在保密状态，因为这对台湾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有一位前国务院的官员则说，更广泛的说，即使只是一个谨慎的计划，谈论撤侨也会让人们认为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么《信使报》就报道表示，截至2019年，台湾有8万多的美国人。那么近年来，台湾方面面临着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军方和领导层日益增长的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就表示，目前计划从台湾撤离是一件非常非常谨慎的事。同时补充表示，这些也只是一个应急方案，美国这么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预计会有战争，这只是一个面对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提前的准备。在6月12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被问到了这个报道。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就回答说，从冲突地区撤离美国公民不是美国的常规政策，并且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台湾当前的情况需要重新的考虑这个政策。但是科比还说，美国政府一如既往的认真看待确保美国公民和人员安全的责任，不论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美国政府制定例行程序来确保能为任何的类型的紧急情况做好提前准备。事实上，在3月份的时候，就有台湾的媒体报道过美在台协会发布了撤侨通知的讯息。此外，台军汉光39号演习在5月中旬进行了计算机兵棋推演之前，也有台湾媒体报道美方建议演习纳入战时开设空军安全走廊、撤离美侨在内的各地的侨民项目。而在今年的4月份，印尼的罗盘报也爆出了印尼准备从台湾撤侨的计划的消息。那么对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在当月17日就说过，他之前参加外事活动时和其他的地区的外交人员曾经进行过讨论，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当前的台海局势。他听到的不只是印尼有撤侨计划，其他地区也有人员提出或者增派了安全人员来台湾做相应的准备。中国大陆方面多次表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执意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立面。国防部发言人曾经表示，他们敦促美方放弃以台制华的图谋，停止在台湾切香肠搞突破。对于民进党当局任何分裂祖国的行径，对于外部势力的任何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聊到美中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整个夏天，其实对于人工智能芯片的应用都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更是成为了美中的半导体大战的深水区。曾经被外界认为在疫情期间因为过度生产的芯片，预期在今年面临着生产趋缓的整个半导体产业，而目前却是因为着 AI 需求的暴增，再次又回到了全球的焦点当中。那么这也让发展 AI 芯片的龙头，比如说美国的大厂英伟达，一夕之间市值暴增，甚至超过了半导体芯片的代工龙头厂家台积电，还有韩国的三星电子。那么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也成为了国际金融科技界的全新的焦点。但是呢， AI 的芯片产业在目前的局势来看，没有办法回避到的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不断的出着狠招，试图掣肘中国的芯片产业的发展。白宫在未来是否会全面的禁止英伟达等 AI 芯片前沿公司继续的在中国销售 AI 芯片，全球呢也正在拭目以待当中。而中国则面对着美国可能会使出的一系列的贸易制裁手段，如何的加速自己生产国产的 AI 芯片，成为下一个美中半导体大战的另一个焦点。众所周知，如同石油一样，半导体现在没有办法规避到区域政治。美国在这几年一直在发动着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进行制裁的贸易战，几乎也是一个全方面的展开。那么在2019年开始，就要求台积电等公司禁止销售芯片给中国的科技龙头企业华为。而在这之后，整个华为的手机生产线相当于是被腰斩了，至今全面停摆。
2022年，美国又加强了芯片法案的发布，要求拥有美国绿卡和国籍人士不能够在中国半导体公司当中担任职位，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而就在上个月，中国还宣布了封杀美光的产品。彭博社报道，这是对北京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的一个反制措施。如今，美中的半导体科技战是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了。美国是否会继续的循台积电和华为模式，开始全面的禁止美商生产的 AI 芯片销往中国，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而这些中国本土的公司，他们在销售产品上需要涉及到的是 AI 芯片的话，那么 AI 芯片的一些技术的敏感性，在未来也会是越来越高。尤其是这些商人们，面对着当前美中的半导体大战，应该是感受非常的深的。那么黄仁勋此前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美国的一连串的禁令反而会让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加速生产自己的 AI 芯片，与英伟达在傲视群雄当中游戏、绘图、人工智能各个领域进行竞争。他也强调，中国如果没有办法买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自己做，所以美国应该对此谨慎看待。当然，中国这几年其实也的确正在发展着自己的国产 AI 芯片，比如说海光信息、百度、寒武纪等等公司。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这些 AI 芯片还是需要高阶制程的芯片厂商的合作量产的。但是当下中国最强的生产线是在中芯国际，芯片最高的制程是在14纳米，因此短时间内想要超越美国的话，这个可能性还很低。同时有一些分析人士还表示，目前北京在中国公司被实施的制裁或者限制销售以前呢，其实有推出过一些长期的半导体的扶持计划，但是考虑到中国已经花费了很多亿的资金，但是这个成果寥寥，仅仅是再投入更多资金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科技研究公司蒂利亚斯研究的创始人、分析师吉姆·麦格雷格则告诉 BBC 的记者， AI 芯片产业和世界是需要美中两国都更加具有弹性的，而且愿意进行谈判来引领发展。不幸的是，他也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而他们不能发生的后果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那么研究人员还表示说，当前整个的生成式 AI 应用的程序，比如说文本生成、图像生成等等，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流程当中。而目前的生成式 AI 的发展，其中 AI 芯片就是一个能否继续全面发展的关键。先前的 AI 发展的瓶颈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稳定的训练一个超大型的网络，而现在是需要稳定强大的芯片来支撑着已经有的网络，建立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庞大生成式网络。那么目前的实际的瓶颈也就变成了如何让一个以合乎成本的方式，让数以亿计的使用者都能够进行着一些 AI 的使用。而针对着生成式 AI 的发展，半导体方面的分析师就表示，在未来的10年当中， AI 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那么 AI 的秘密就在于不断发展的软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 AI 多数会在这个基础上来增加到更多的一些使用，包括噪音的控制也好，电池的控制也好，那么这些都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而这一系列的提升则是需要着硬件的发展的。在教育方面也可以看到， AI 会是一个双刃剑，一来可以加速着学生的学习速度，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弱化学生自行整合的能力，因此还是应该在整个领域稍微的小心的。那么目前以 AI 芯片来看，还是在硅谷的几个大厂比较领先，那么多年来也是有着一个惊人的回报。同时英伟达的这个图形的处理单元也是拥有着领先地位的，也是在开发着一系列的软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而目前整个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来自于英伟达在这么多年来的深耕的一个结果。而如果说有其他的厂商和公司希望能够开始严格的超过它，或者是要赶上它，那么也是需要在一系列的包括一些控制器和系统方面都要开始往前进行推进。那么尤其是在 AI 的培训的推动之下，有一些培训和有一些推动很可能会比此前很多人想的要快不少。好的，了解了今天的新闻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对今天的新闻都有什么话说。首先再次感谢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1000多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谢谢。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边看到不少的朋友们都在关注到了这个芯片的问题啊。其实每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到芯片的相关话题的时候，一定会引起不少朋友的热议啊。我们简单来看几个，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陈华朋友，他说到了中国目前只需要保证14到28纳米的完全自主，台湾半导体基本上一半都会凉凉啊。小哥哥老朋友了，中国还用老版的美国芯片设计软件，没有办法设计高端的 AI 的芯片设计啊。目前来看，半导体方面台积电好像有被这个肢解的感觉。文尼萨，学习当年没必要，就像不会有人说因为人类发明了打火机，现在的人类都失去了钻木取火的，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啊，这个我要好好的拿一个小本本给记下来啊。接下来看到这边还有朋友们在说到的是，陈欢说中国的工业能力不是当初的日本能够比拟的，而且目前美国需要中国市场消化突然暴增的美元，这些暴增的美元会导致美国通胀的失速，美国的通胀已经失速了啊，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首先明确的第一点啊。好，我们现在再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首先对于当前整个的在新闻当中，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句话是我个人在看到一系列新闻报道的时候特别有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芯片行业的发展，它是要靠着什么样的推动来推动着整个这个产业在这个国家的植根和发展的，不是靠资金的大量投入。就像我刚才新闻中跟大家已经聊过的啊，就是其实中国政府在最高层方面已经是有大力的下发了不少的资金啊，几个亿的往外投，各种各样的资金已经投下去了，结果目前的这个成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啊，可以说是不容乐观啊。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你说对于这个最高领导层，他们自己也会想，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政府、其他国家政府也在做着类似的事儿，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是这个石头打进河里面，一点水花恨不得都溅不起来呢？而且最近一提到中国的芯片，好像都是一些这个坏消息出来啊。首先第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起步本身就晚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个是你没办法改变的哈、啊。本来起步就晚，然后有一些人，他太多这些人了啊，就是想伴着任何的东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时候，都想赶快嘎一波韭菜，立刻赚了块钱就跑。这种心态，是我不得不说哈，是中国不少的商人特有的。因为随着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很多的国家用几十年、几百年的速度来这个进行着耕耘和铺设的。中国十几年恨不得啊，几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么快的一个速度过程当中，肯定有太多太多的快钱进入到了中国这帮商人的口袋里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当然我们无可指摘这件事儿，因为我相信很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一波的一些红利的受益者哈、啊。我自己都可能不能免俗的这样认为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心态上的变化是很多其他国家的商人没有的，这个其实根本上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就有太多太多的人想赚一波快钱了，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仍然这个心态没有改变过来。即便是面对着国际上波诡云谲的变化，依然还是保留着十几年前改革开放刚刚改革开放时候那个心态，就赚一波快钱啊，赶紧赚完以后拉倒哈、啊。这个就会导致后继乏力啊，这个就是一个后继乏力的副作用显现。其实我们回头想想看，任何的一个产业真正想要把基础打牢的时候，真的是应该靠着脚踏实地，一点的这样的积累起来的啊。其实这个道理同样也比较的受益于我们很多的朋友做一些投资方面的行为哈、啊。其实我觉得，能够理解这个观念的改变，其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但是如果说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在某些政策上是应该对其有一个很好的制定和规避的。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过啊，中国的那个芯片，就是这些中国的所谓的芯片厂商啊，他们这个贴标把英特尔的芯片贴上了一个标，然后呢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自研芯片啊。这种行为其实甚至我们要说啊，如果没有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他那个发布会是开不起来的，他那个钱是拿不到的。那这个默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观念啊，赚快钱也好啊，或者是有些虚荣的这个心态也好，已经影响到了某些政策的制定上了。这个观念在根本上不更改，其实很难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尤其是芯片产业，不是你投下钱去就有成绩的一个事情哈、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啊，还有朋友在聊些什么？这边可以看到的是，谁会下载来找最后的朋友评论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可以看到的是。中美双方，重新说，看来中美双方现在在经济上是准备，是否是完备了啊？我们这边有朋友说，希望中美在台湾有一场大战啊。前面还有朋友们聊到了，就是这个这个来自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啊。这篇报道有点扯淡啊。目前可以看到还有朋友们在聊到美国加息的时候啊，经济向好，中国降息是经济通缩啊。好，我们现在简单的来说一下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目前来说，媒体们他们是希望能够抓到一些风吹草动来制作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新闻出来啊。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任何的这几个媒体所报道的点背后呢，都有一系列政府官员的这个背书和承认的。所以说目前这个问题会成为什么事呢？就会成为每一次有一些重大的国内事件即将发生的时候的一些人拿来做文章的这个工具啊。在尤其面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很敏感的。在美国方面，其实整个的美国现在要即将准备迎接的是几件大事啊。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最多的是我们在今天财经节目没有报道的是川普的自首问题啊。这个事情其实目前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到明年的美国的大选，而明年还同样会有大选的呢是台湾。台湾和美国在明年会同时进行大选啊，这个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的国际局势。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一些人呢就希望要这个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筹划筹谋了，那么就会利用到一些这个百用百试不爽的一些工具哈、啊，来达成一系列的目的。这个其实也是在一个策略上能够让人理解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其实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也许对于一些新闻当中的这个内容啊，大家可能就会比较能够有理性的看待了啊。至于一些细节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不跟大家来过多的阐述了。更多消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好视频后续的新闻内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焦点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时刻通对财经焦点的大力支持。还在每个月花5000美元雇人接外卖电话吗？时刻通专业餐馆外卖电话代接，365天高效接单，5单不收费，费用低至每小时2美元。还有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服务，现在开通。枪击案件9个人受伤，当时球迷们正在庆祝掘金队首次获得 NBA 冠军。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正聚集在迈阿密市中心的法院之外，前总统川普在这里就他不当持有机密文件的刑事指控首次出庭。德国检察官禁止了一名中国太阳能行业高管离开这个国家，此人本周在周一的时候被德国短暂拘留。距离普京的豪华宫殿不到80英里的石油精炼厂发生了一次严重爆炸，据称是无人机或者是破坏性的袭击。由于中国的财富增长放缓，今年中国会出现全球最大的百万富翁净流出。
有消息传出，荷兰政府计划立法禁止中国留学生修读半导体和国防等敏感的大学专业。每天中午十二点，全球新闻看个遍。大家好，我是小丽，今天是2023年6月13号，欢迎来到每天中午十二点播出的焦点快报，为您网罗今天全球华人最值得关注的大新闻。方太春季大促，畅销侧吸式油烟机史低价，嵌入式蒸烤箱火热预售当中，超长年保超值套餐厨房好礼，用方太安享春日好时光。来看美西时间6月13号，丹佛掘金队在主场1914-89击败了迈阿密热火队，赢得2022-23年的 NBA 冠军，这是丹佛掘金队56年历史上第一个冠军，其中包括在1975-76赛季之后，美国篮球协会 ABA 和全国篮球协会 NBA 合并前的10个赛季。不过呢，在周二凌晨，丹佛市中心又因为此事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了9个人受伤。当时球迷们正在庆祝掘金队首次获得 NBA 冠军，一名受伤的嫌疑人目前已被拘留。调查人员认为，在离球馆大约1英里的地方，几个人之间爆发了争执，随后就爆发了多起枪击案件。丹佛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的12:30左右，也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大约3个半小时，枪击案导致其中3名伤者情况危急，嫌疑人是一名男子，他也是几名受伤的人之一，但据信他本人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场争吵并导致了枪击案的发生，目前他们仍在调查当中。另外，枪击案确实是发生在当天晚上有最多的人聚集庆祝的地方，但人群在枪击案的时候已经少了很多了。那枪声是发生在丹佛市中心的 Lodo 区，这个区域以餐馆和夜生活闻名，很多人可能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刚刚从酒吧出来的。目前共有8个人在丹佛的医院中心住院和治疗，其中呢1个人情况危急，1个人情况一般，6个人情况都是良好的。来看川普，美联社6月13号的报道，周二，来自世界各地几百名记者正聚集在迈阿密市中心的法院之外，前总统川普在这里就他不当持有机密文件的刑事指控首次出庭。那么在节目开播的同时，也就是美西时间12点左右，那他正好是开庭的时间。批评这个提起重罪指控的川普支持者们定于在当天举行抗议活动，不过和到场的一大部分媒体的数量相比，抗议者只是很少一部分。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卢森堡、新西兰、德国和瑞士的记者们目前都聚集在法院门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在迈阿密那么闷热的环境中扎营好几天去跟踪这个新闻了。那川普本人是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刑事被告，他可是第一位因为刑事指控而在联邦法院面前出庭的前总统，目前他更是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的领军人物，即便在面临着很多法律问题的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另外，现场安保工作非常严格，警戒线和联邦警车组成了一个路障，一架警用直升飞机不时从头顶飞过，大约20几名迈阿密警察骑着自行车在大楼的周边也在巡逻。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处理任何会出现的抗议活动，而且当地执法部门也有处理大型示威活动的经验。周二，一些人也拿着川普2024的旗子支持他竞选总统，当然也有反对川普的人穿着黑白相间的监狱条纹，举着一个把他关起来的牌子，现场还有人用大喇叭互相喊话。那么在提前到达的抗议者当中，有叫弗洛伦西奥和罗德里格斯这对父子，他们在15年前作为寻求庇护者从古巴来到美国，他们写着一个叫做川普是我的总统的衬衫，他们表示就算川普有罪，我们也还是会支持他们的。另外，目前正在有更多的川普支持者赶来，在奥兰多一个沃尔玛停车场，大约有40多个人穿着红白蓝三色服装，一些人写着川友川普没做错任何事情的 T 恤，登上了2辆大巴前往迈阿密，车程总共4个小时。他们计划在联邦法院之外展示对川普的支持。另外，就在川普在迈阿密法院历史性出庭之前，警方因为可疑包裹封锁了法院前的一个广场，不过很快就解除了警报。据报道，警方在调查一辆货车上的可疑包裹时，当时将公众和媒体人员从法院外转移到街对面，并且拉起了黄色警戒线。不过，警报已在当地时间周二早上11:30左右解除。现场有画面显示，一个拆弹小组在街道旁边检查了一个似乎是电子装置的东西。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企业家投资移民、留学陪读签证转移民、美国投资移民免排期、境内转加拿大身份、H1B OPT 留学生转加拿大枫叶卡直通车、L1签证转美国绿卡、美国留不下快来加拿大，绿卡热线18884926688 MCAP 美加集团帮您一站搞定北美身份。来看美西时间6月13号，彭博社的报道，德国检察官今天表示禁止一名中国太阳能行业的高管离开德国，此人在周一的时候被短暂拘留。据德国当地叫做奥格斯堡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本次临时逮捕和他们调查2015-2017年期间的犯罪指控有关。检察官还说，涉案的中国公民是在这2年期间是一家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销售主管，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是否仍在同一家公司担任同样的职务。而这名被捕高管的律师则表示，他已经在周一获准保释，但目前不允许离开德国。据了解，事情起因可能是欧盟在2013年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产品实施了最低进口价格要求，避免有补贴的廉价中国太阳能面板充斥欧洲市场。虽然这些措施在2018年9月到期，但是在几年之内还是有效的。只不过本次针对中国高管的调查可能会导致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目前德国总理肖尔茨的政府正在加紧努力减少德国工业对中国的依赖，而外交部长叫贝尔伯克在最近的北京之旅当中也和中国同行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交流。另据中国媒体周一报道，至少有一名中国太阳能的高管在前往慕尼黑参加行业会议的途中降落后不久就被德国当局扣留在该市的机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知悉这些报道。汪文斌表示，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和我们在慕尼黑的总领事馆立刻和德方做了联系并了解情况，我们要求德方保护中国公司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汪文斌并补充说道，中国政府会为该人提供协助。
另外，中国光伏产业协会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只有一名来自中国太阳能公司的员工正在协助德国警方在慕尼黑进行调查，但没有说明这个人和涉及到的实体是哪些，也没有说明调查的原因。该协会表示，他坚决维护太阳能公司的权利，同时提醒中国公司也要遵守外国法律以及法规。据《纽约时报》6月13号报道，周二距离普京宫殿不到80英里的石油精炼厂发生了一次严重爆炸，据称是无人机或者是破坏性的针对袭击。据报道，这个地方叫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涌出了火焰和浓烈的有毒黑烟，证明了乌克兰的反击行动正在升级。这场大火也摧毁了位于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精炼厂的柴油加工设施，有超过130名消防员参与了本次灭火行动。克拉斯诺达尔是普京战争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隔着克赤海峡和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相连，它还位于普京豪华宫殿的不远处。那么这个豪华普京宫殿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是一个豪宅，占地19万平方英尺，配备有冰球场、酒窖、水烟室、赌场、教堂，以及一个加固的双隧道掩体，以防普京本人遭遇到任何的袭击和灾难。周一，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还遭受到了反普京的党派组织叫俄罗斯自由军团发动的无线电黑客攻击。在干扰广播的时候，该组织表示夺取克里米亚是他们的计划，并且会承诺摧毁战争罪犯。与此同时，400多英里之外的扎波罗热战线上也发生了一次导弹袭击，导致俄罗斯第35合成军的参谋长戈良切夫少将丧生。据彭博社6月13号报道，报告显示，由于中国今年的财富增长放缓，今年中国会出现全球最大的百万富翁净流出。根据这份私人财富迁移报告，估计中国会失去13500名可以投资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高净值个人，其次是印度有6500个人外流，然后是英国有3200个人外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共同繁荣之后，中国企业家近年来一直在涌向新加坡等更受欢迎的地方。像财富情报公司 New World Wealth 的研究主管阿莫尔斯在报告中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的财富增长一直在放缓，意味着最近的资金外流可能会比平时更具有破坏性。他还写道，中国经济在2000年到2017年期间增长强劲，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财富和百万富翁的增长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同时，英国的高净值人士外流可能会增加一倍，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百万富翁流失国，甚至高于第四位的俄罗斯。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预计会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流入的首要国家，而新加坡位居第三。今年大约有5200名百万富翁迁往澳大利亚。报告称，这些数字只关注到已经搬迁的高净值人士，也就是每年在新的国家停留6个月以上的人。近日，荷兰也加入到了美国阵营，加强管制芯片出口到中国。最近更有消息传出，荷兰这个国家预计要立法禁止中国学生修读半导体和国防等敏感大学课程。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科技战已经全面升级，继美国、日本、荷兰就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达成协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荷兰正在研究立法禁止中国学生修读半导体、国防等敏感科技大学课程。荷兰教育部发言人也承认，对计划在技术领域学习的留学生进行审查，以防范可能的安全风险。有关审视被视为为限制中国学生和企业接触荷兰技术而制定。不过，教育部发言人强调，审查适用于所有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学生，并非只针对中国学生。英国金融时报则提到，荷兰政府计划对国际学生进行审查，尤其是宣誓效忠中国，并且定期向中国大使馆报到的中国留学生，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各老板不要错过这项补贴了，疫情期间员工纾困金 ERC 小型公司基本上都可以申请，雇主最高每个员工可获得26000补偿，不成功不收费。北美小微商服利用专业知识，合情合理合法，以帮助上万客户成功申请到 ERC 补贴，所获支票总额超过5亿美元，政府发钱无需偿还，不管是否获得过 PPP， 不管营业额多少都可以申请，欢迎免费咨询9296343550。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首先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520节目后们。那今天呢，在我们12点开播的同时啊，川普已经到达这个法院啊，在迈阿密的法院，他们是在下午的3点，也是正好是我们的这个12点开播的时间。刚看到有一条突发新闻，看一下是什么哈。说他不认罪，说他不认罪，然后呢就已经去到里面了。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他整个的过程吧。那今天呢，他不是说要去上法庭吗？那在正式对他提出了指控之后呢，预计他会进行无罪抗辩。那刚刚最新的消息就说他确实是不认罪。那现在呢，联邦法院大楼外面不断升温，川普支持者和反对者全都在门口，那很多的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都在门口围观。昨天呢，他们说啊，预计会出现骚乱哈，但是呢，今天早上美联社报道说门口的媒体记者比这个抗议者还要更多。那另外呢，他还定于今天晚上，就是出庭之后他会返回新泽西州，在高尔夫俱乐部发表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他预计也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否认自己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并且呢，还会继续鼓励他的支持者进行抗议，也会用这份起诉书的原因去让他们继续捐款。当然，周二的时候，法院外面还是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气氛哈。那有一次呢，他们还在大楼附近看到穿着防爆背心的一个执法当局。那执法官员也表示，他们已经应对好任何可能发生的骚乱或冲突了。那他们为应对骚乱或冲突的这个已经是做好了5000到50000人的抗议人群的准备哈。但是门口根本没有那么多人。那川普在出庭期间呢，会被采集到指纹，但不会被拍犯罪的大头照，也不会被戴上手铐。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川普之前还找不到律师哈。就在他出庭前几个小时呢，他才刚刚找到一名佛州律师，这个律师叫做基斯，他会代替川普出庭。但是川普的助手用了好几周的时间去找这些顶级的刑事辩护律师，好几位都拒绝了他们。为什么拒绝他呢？其中有一些人是因为啊，川普觉得这个以前他的那些律师啊，
反而都会跟他打官司，就是说川普对以前律师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可能会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以后他自己惹上法律麻烦。最重要的是川普老是不付律师费哈，之前有律师起诉他，让他把律师费还给他。那你知道只要这个庭一开了，这个律师不管有没有收到律师费都是要继续打下去的，所以有些人就不愿意接他的这个不愿意接他这个 case， 因为川普老是不付律师费，然后还可能会打臭他的名声，所以呢很多人都不愿意接，最后才找到了这个最后才找到这个叫基斯的这个律师哈，开庭前的几个小时才找到就是愿意带着他出庭的啊，川普真的是。好，中国不是有外汇管制吗？我觉得只要你有钱，你想怎么样送出去都行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搞信托啊，他们应该不会就是五万五万这样传出去的。什么补贴是讲那个德国的吗？他其实说啊，这个因为中国的太阳能面板太便宜了，他只是因为中国政府给他补贴钱，然后他才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放出去外面的市场。那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倾销啊补贴是不对的。那另外呢，他说之前在2019还是2013年的时候呢，曾经也逮捕过几个中国的企业高管，太阳能光伏企业高管。当时是因为这个走私问题啊，是因为他们说走私太阳能板到欧洲去，所以把他逮捕了。所以他们认为呢，本次被逮捕的这个高管和之前的这个走私案件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把他逮捕了。那他昨天短暂逮捕了之后就把他放掉了，但是呢，他是被边控。就不能离开德国，还要继续就是做这个调查，只是说他可以在德国境内自由活动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感谢在我们直播间的500多名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油快报的全部内容了。那另外呢，有关川普出庭的更多消息，我们今天应该会跟刘龙珠律师做一个连线哈，做一个实时的评论，应该是下午2点左右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有关川普更多消息，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的。好，方太春季大促，畅销侧吸式油烟机实低价，嵌入式蒸烤箱火热预售当中，超长延保超值套餐住房好礼，用方太安享春日好时光。如果大家想要观看更多往期节目，可以点击后视频频道首页的加油快报播放列表。我是司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MK。美国大学申请美高学历规划，全国第一 My Visa Service。人气美味刷新史低价格，低门槛包邮，一站式购买无服务费，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选购吧。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因为台海紧张关系加剧，美国准备制定从台湾撤侨的计划。据报道，在日益紧张局势底下，美国政府正在为在台湾的美国人制定疏散计划。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目前也正在组织疏散一些居住在台湾的美国人。一位美国高级情报人员表示，这个疏散计划已经持续了至少6个月，并且在过去几个月明显增加。这名官员向美国媒体解释说，这些准备工作也是由台海紧张程度的提高所促使的，并列举了一些因素，比如说有明显的部队集结和中国在乌克兰局势上竟然和俄罗斯保持一致等等。约之前是表示，俄罗斯在2022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就是美国计划要撤离在台湾公民的一个主要因素。夏宪士还表示，乌克兰战争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了计划的内容，不过美国政府暂时没有向公众发布任何公告。对此，美国国安发言人科比今天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上被问及这项报道时，他表示，从冲突地区撤离美国公民不是美国的常规政策，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台湾现阶段的情况需要重新考虑这项政策。他也强调，美国政府一如既往认真看待确保美国公民和人员安全的责任，不管他们在世界何处，美国政府制定例行的程序，以确保能为任何类型的紧急情况。哎呦，死定了，死定了，这局死定了。哈喽，双脚，欢迎收看本家外资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苹果 WWDC 2023上发布的，应该说是第二强的 Mac 产品啊，第一的是 Mac Pro 它又更新了一下啊，就是那个 Mac Studio 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性能怪兽级别的。当在现场呢，我就简单体验了一下啊，但是今天到工作室我们就可以测一下。包装盒方面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啊。我们这台是24 CPU 76 GPU 然后128+4T 的版本，这和我们之前的那个是差不多的，电线和之前毛区别没有。外观一方面和之前也是一样的，非常规矩的一个大方盒子，然后前面啊三个接口，然后具体的接口信息我们直接先给大家打出来啊，后面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三热孔，然后下面一排啊这个 C 口啊 A 口啊还有 HDMI， 然后特别是它的一个电源键，还有这个网线接口，各个角度看过去那个金属的质感都是非常强烈的，然后顶部这个边缘呢其实是非常锐利的。 OK， 不废话了，我们马上测一下。这颗 M2 芯片和上一代一样啊，依旧是两颗 Max 芯片通过 Ultra Fusion 封装架构相连，在核心输入带宽、编辑码器等等规格上，理论上都有2倍的提升啊。那咱们酷哥的胶水这次怎么样？实测走起。先看 CPU 部分啊 ，CPU Bench 23 M2 Ultra 单核是1737分，和 MacBook Pro 上的 M2 Max 1734啊几乎一样，和以往 M1 Ultra 也是一样的作风，8925啊，比 M2 Max 提升约这块的胶水并没有太影响多核效率，当然 CPU 的功耗也是水涨船高。 M Ultra 实测 R3 多核约为65瓦，对比 Max 的33瓦，哎，差不多就是2倍功耗。再来看 Geekbench 5，同样对比 M2 Max Ultra 2075分的单核和 Max 就相差一分啊，大家把稳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多核成绩上是 Max 约1.87倍啊，基本上也是两颗 Max 芯片的成绩。如果和 M1 Ultra 对比的话啊，之前那台 Studio 我们频道也做过详细测评啊，这一代就提升了约1.2倍的性能。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有 M1 Ultra 的 Studio 现在换感知可能不太明显啊。GPU 方面，宇宙无敌好玩 3D 游戏 3D Mark 这 Wildlife Extreme 离屏测试Max Studio M2 Ultra 直接跑到了46281。是 M2 Max 的1.84倍，如果和上一代 M1 Ultra 相比的话直接提升约35%。